克白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分享性感火辣的日常穿搭美照，每次晒出新的照片总是成为粉丝们高度关注的焦点。最近他在脸书晒出多张和妈妈出国游玩时母女两人在餐厅吃早餐的照片，只见照片中的他打扮非常火辣，身穿紧身低胸背心搭配牛仔裤，完美的胸型和纤细的腰身非常引人注目，而且不但浑圆爆乳呼之欲出，火辣的深沟事业线也十分吸睛。不过他却发文透露，对于他的这一身清凉打扮，妈妈看到后却惊讶地问他说，你吃早餐穿这样有事吗？贴文一出，令大批网友全都笑翻，网友除了大赞他真的很美很辣，还有人留言建议他应该要找妈妈这样打扮。另外还有网友笑说妈妈还不习惯，但是多看几次就会习惯了。Bye.